最近 Coco 每周都会追一部综艺《幸福三重奏》，三对明星夫妻中热度最高最在风口浪尖上的飞大 S 和老公汪小菲莫属了。综艺中两人狂撒狗粮，综艺外汪小菲更是在微博上三次发龙虎妻，指责一些网友们尖酸刻薄的言论。大 S 和汪小菲在一起时还保留着单纯的少女模样，皮肤白嫩细腻，梳着简单的马尾辫，殊不知这个活跃在我们视线中的女星今年已经42岁了。她主演的《流星花园》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，17年后再来回顾当年的山菜，我想说她未免也白太多了吧。原来那个出身卑微但是好胜心极强，爱上 F4 的首领当名宿的山菜，虽然少女感十足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但是肤色距离白皙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如果你们说是剧照不清楚光线问题导致，那再来看这张大 S 和 F4 的合照，作为女生肤色的优势并不明显，而现如今没有美颜滤镜加持的素颜照，皮肤好底子也是十分能打的，明显的肤色变得白皙透亮有光泽，完全没有任何岁月在脸上停留的痕迹。要知道大 S 在护肤上可没少下功夫，甚至还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，出过一本书叫《美容大王》。他曾分享过美白精华是他在护肤中最必不可少的好物，而且还要选择适合自己的。确实，如果说水乳是保养成食中的大米饭，那精华应该就能称得上是十全大补的燕窝了。今天就跟你们仔细聊聊护肤品中最值得投资的大品。在护肤品中，精华界有效成分的活性、营养浓度都是最高的，且分子量小，渗透性强，可以说是占尽了所有优势。水乳面霜只能作用于肌肤表面，而精华则可以让有效成分直达肌底。精华是护肤中的强效补充剂，尤其是在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使用，能短时间内提升改善肤质，所以也说精华是女人的回春灵药，价格贵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精华应该怎么挑选？其实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吃啥补啥的原理，觉得自己肌肤什么问题需要改善，就可以选择相对应功效的精华。一、肌底精华为后续保养打开方便大门，当肌肤角质层变硬的时候，就好比已经僵硬的海绵块，为它补充再多的养分也于事无补，必须先把它泡开才能开始接受养分补给。肌底精华大多含有既亲水又亲油的成分，能够将护肤品中的水分和油分同时瓦解，进而被肌肤更好的吸收，它就相当于是泡硬海绵块的水，为后续保养品打开方便的大门，促进吸收。二、补水保湿类精华最基础，任何年龄都可用，无论你是什么肤质，到了什么年龄，补水保湿都是护肤中基础的基础。如果皮肤干燥缺水，轻则皮肤粗糙，重则影响角质层的屏障功能，补水保湿精华可以为肌肤持续保湿，锁紧水分，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天然的锁水保护膜，短时间内就可以给肌肤解渴进补，让皮肤一直水荡荡。在上妆前使用还能让底妆和肌肤融合得更好，缓解霞粉起皮的现象。三、美白亮肌型精华，提亮肤色最有效。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白皙的皮肤也就成为了众多女生们穷极一生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总想让肤色在现有基础上更白一点，再加上夏天过分日晒，防晒保护不足，受到 UVA 和 UVB 的侵害，日复一日还会显得肌肤暗淡无光，则甚至生出色斑。全脸涂抹以净白亮肌为目标的美白精华，并且在色斑位置重点麻压，能扫除肌肤沉淀杂质的同时，让你的肌肤透亮起来，帮助淡化已经出现的色斑问题。但是美白是一个长功夫，千万不能心急，相信你用完一瓶肯定能看到肤色明显提亮。四、修护抗老型精华，25岁家用起来岁月是把杀猪刀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某一天一照镜子可能会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肌肤变得松弛下垂，护肤品吸收速度变慢，甚至已经由细纹爬上了脸颊，
这些问题都在提醒着我们，岁月已经在脸上留下了痕迹。如果你想要延缓衰老的步伐，始终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的一点，修护抗老型精华不能少，帮助刺激肌肤细胞活跃度，有效强度自我修护与防御能力，达到抗氧化效果，同时具备紧致肌肤、恢复弹性、对抗皱纹的效果。但是预防适应道理，一过25岁就开始背起来吧，五眼部精华与眼霜搭配，一加一 GT， 二眼睛是心灵窗户，但是眼周也是衰老问题容易出现的第一位置，眼周肌肤是最薄的最敏感的，加上每天数不尽的眨眼以及做表情，这个位置需要更加用心对待。眼部精华比眼霜更加轻薄易吸收，年轻的女生可以只使用眼部精华，开始初抗老的人群用眼部精华搭配眼霜来用，不仅能补水保湿，还能进一步改善眼部肌肤的弹性与支撑力，达到一加一 GT 二的效果。精华液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？用量要够，精华的价格确实在护肤品类里算高的，但是就算你是吃土党，也不能30毫升的精华用半年，这样才是真的既浪费产品又浪费钱。但是因为浓度高，也不是用的越多越好，每次使用约一元硬币大小，要让每一寸肌肤都吃进去满满的营养成分，涂抹步骤补水、美白、抗老之类的功效型精华，都是用在化妆水之后的水后精华。但是基底精华是洁面后的护肤第一步，促进后续护肤品吸收，搭配使用一次不能使用超过两种，这样会削弱精华液的效果。补水保湿精华是百搭型，可以采取补水加美白、补水加抗老的方式，皮肤水分越充足，饱满度越好，精华的营养在水分饱满的肌肤里会发挥最大效果。涂抹方式，毛孔的生长方式是向下的，精华的涂抹方式从下往上擦，这样营养吃进皮肤里比较快，也起到一个提拉的作用呢。为了响应2018 COSMO 美容大奖，仅 C 位美妆召集令，这瓶精华秒杀时光机，我们请来了三位美容大咖，带来他们心中的 C 位精华，带你重返18岁。图片来源新浪微博网络时尚 COSMO 原创，内容未经授权，禁止转载如需转载，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。喜欢这篇文章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哦。